方面咧，啊，翻到地產商國際化，係大馬新山。喂，佢喺早排都喺新加坡嗰個咩森林花園啊嗰啲已經賣咗好耐噶咯喎，係咪啊？碧桂園新高喎，嗰個第二代啊，個靚妹，話個女舵手佢老豆加上碧桂園，佢真係發圍喎，由幾三四蚊咧睇到咧短短一兩年咧飆到依家十七十八蚊喎，係嘛？其中一樣嘢就係咩咧？國際化，地產都國際化。咁你話啦，呢個私人行為嚟嘅嚇，呢個冇國際背景嘅嚇，呢個私人企業嚟嘅，即係民企嚟，所謂我哋中國嘅時間叫做，係嘛？我睇下幾時咧，巴黎出現碧桂園先。我翻碧桂園啦，邊度啊？巴黎咯。英國倫敦啊，你驚佢唔去啊？係咪啊？你已經去到啊？新加坡一陣咁，跟住馬來西亞嚟咯。隨住一帶一路咁去，咁佢咪騎住咯？係嘛？國家咁啊，咪去邊度啊？去到中阿拉木圖、哈薩斯坦咁啊，跟住邊度啊？波蘭咁樣，華沙，歡迎你嚟啊，係嘛？所以跟住國家走，食蕉都冇食啦，繼續。